当直男老爸给我解说化妆过程。我的乖乖，这化妆的咋喝上来了？他戴的啥来着？你还有兔耳朵，臭美的不行。这啥呢？咦，这啥东西？这往眼珠上放？慢点了，这个也放。咦，皱纹皱纹，这刮眉毛的啊，刀片利啊，咦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刮着眼皮子。这喷的是啥？这喷的是水吧？闪闪，这摸啥？大包？不是大包。这给皮那个腻上了，摸那厚。这又摸的啥？你都没带来，不买一片吗？挤不出来了，给挤的。这啥东西呀？这是，摸到头上，摸那厚，刚才不是摸一遍，这摸的啥来着？这啥臭鞋垫儿？拿个臭鞋垫儿？这拍拍那拍拍。拍到头光了，这咋还往脖子上摸了？这不是摸脸的吗？咋摸脖子呀？这有啥？那脸皮子底下啥东西？咱也不懂。都喷了了，不是就刚才都喷了吗？咋又喷？拉脸吗？这是？又合上了。摸那502吗？胶水，那嘴粘住了吧？这发眉毛，发眉毛，这啥牙刷子吗？这咱拿毛笔搁脸上摸，这是小毛笔呗？这真麻烦呐！这弄啥呢？变色了。烟错了了，这有啥摸的？这摸的啥？孙悟空那个火眼金睛吗？这方法都是好看些。这个咋的？头发秃了，笑。我的天！被眼皮子夹了，一翻白眼的夹了。又翻白眼夹，疼吗？咋又发眉毛？这铅笔，这是刷睫毛的。是卖萌吗？刚才不是画了眼那个点那线了吗？咋又画一条线？这个线。我给上面放了，你看那手都给抖了。这个线放的可以。还给眨巴眼，给谁笑啊？这又该刷眉毛，这眉毛都刷的支棱起来了。这又弄的啥？这个东西不是摸眼皮子吗？咋摸到眼底下了又？这脸弄了一个猴皮往里，缝在肉里，涂口红。这拿的啥子？涂的棉签儿，棉签儿往涂口红吗？这不挺好看的吗？臭美的。自拍，别动作。哎呀，你跟你那朋友圈的照片删了。